新闻大爆炸，你问我来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范世奇。哇，好多好有趣的事情哦，粉丝朋友们，你真的好会提问哦。但是有白羊座，哇，还有两副面孔呢哈。哥给自己的服装到底打几分？十分。男人一定要自信。请问眼镜的孩悟空分享什么选手的心得体会？觉得很爽，但是很想以后能挑战一个角色就可以把海陆空继续全的。大哥从今天起就是你现在的24岁，那24岁的你和快奔三的你有什么改变吗？哎，还没奔三呢啊，而且还是依旧如此年轻。看，曾经的向泽义。好的，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烦恼是怎么解决？就是拍戏的时候被拉出去采访，对我来说是最大对我演戏上的一种阻碍。近期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演员？前几年一直想合作玛丽姐姐，但是很可惜，可能目前无缘吧，也有可能我换一个人呢，跟玛丽就合作上了呢。那我目前想合作的是杨紫。心里觉得怪怪的。当然是没有戏拍了。那秃头的话可以植发，那没有戏拍呢，那就是没有戏拍了。我选择齐景浩，有钱，年纪还小。没有吧，因为最近都没有时间直播，忙着自己睡觉。费启明，你敢不接吗？臭弟弟。冲浪帅哥。嘿，注意你的措辞啊！什么叫我年轻的时候？当我还是幼稚园的时候，我叫。我家网络太差了，应该是27吧。能文，能武。能撩妹，能文能武能撩妹。我看见你美丽的大眼睛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你说好不好？不是应该都习惯了吗？7年了。帮助大姐投资买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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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你好，我是演员范世奇。谁也不带，六亲不认。你是用你可爱的小脚脚玩的游戏吗？你是用鼻子来看人吗？你不知道哪儿打的你，可以不要再拿雷当烟往我面前疯了吗？你怎么说你理想生活？平淡。哦。起床了，我的小宝贝，我是范世奇。起床了，还睡觉的吧？赶快起来，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。昨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，今天依旧阳光明媚哦。只想回家。